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，都是炎黄子孙，盛盼两岸共同努力，追求和平，避免战争，致力振兴中华，这是两岸中国人不可回避的责任，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。请问您最希望此次随团的台湾青年们收获什么呢？我们希望他们深入了解国父的生平，还有两岸的关系，认清楚两岸一定要走向和平奋斗，才能够振兴中华。我们看到那大陆的朋友非常热情，大陆的民众呢也对我们非常欢迎，我们回去之后会把他们的好意转达给台湾的人民。